还有晚间游戏。修凯穿了个短袖，一点都不冷。不冷啊。过来嘛，过来一下嘛。不冷啊。把修凯叫过来，小孩儿，给大家看小孩儿。小孩儿，我家那边，小孩儿。你家那边几度？我家那边也跟家棉一样，棉袄巾。棉袄巾。Hello， 这是 C 哥的。哎，这是谁哥的？哦，这是猴哥的。这是我的。这个 C 哥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啊。Hello， 大家好。嘿嘿，超可爱，小小鸡。集合，头脑特工队。喂喂喂。后面西哥在拔，啊来了。每天我要选一个值日生。嗯，值日生有奖励的，今天选没有？值日生需要帮导演组来组织纪律，来催场。王少，先说奖励。啊，一会儿说嘛，我们先大家都到齐了没有？有奖励的。有的，来每个人先把自己的原始资金300块给领了。OK。大谋的。大强。秀才的。秀才的。A A 的。秀可爱的。秀哥的。猴哥的，就可爱的，是猴哥的。这后边是七点十吗？还没到齐啊！怎么有人说我？猴哥，还没到齐啊！怎么有人说我？就剩猴哥了。哎，苗总，我房间的房卡。我们今天要不要换房间？就昨天来的。今天的房间归新一来分配。你要不让新一给你房间，这样不用改了就。没事。不，之前的是吧？对。新一来分配。对。对。全部由新一来分配。对。这怎么分啊？这有点。反正我的房间不变。你的房间不动啊？新一，没有，你可以等我们玩完游戏再分配，因为到时候大家手上有筹码。新一，先玩游戏，先玩游戏。你别跟我讲这些。先玩游戏好吧。你说实话，咱们俩兄弟从早上起来，没毛病，没毛病。那四个字到现在了。哦，没毛病。那四个字。是的，我是卧底。吃了呀。三张。来吧，三张。连导演都是多余的，我是卧底。你是卧底。然后呢？我们等猴哥来了一起开场。好。哎，我们里面有几个卧底？问一下。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反正我不是卧底。猴哥。啊，真有卧底这个东西啊？没有卧底，没有卧底。因为是大家一起竞争一个脑力天梯值的榜单，尽量大家希望名次都往前靠，所以没有卧底。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投资的支线在里面。嗯，一会儿开场了一起说。好的，我的，你的在这儿。好了。是的，导演笑起来好可爱。感谢喜欢火锅蛋的超级礼包。没事，我俩队友牛逼啊，我俩队友脑子好啊。一阵一阵的。他每一个后面都有个膜，可以贴上去。最终的脑力王开启最终的宝藏，但是我们宝藏怎么开启呢？需要你们在这3天的游戏中尽可能的去赢这个核桃，它代表大脑，最强大脑。这个核桃早说我刚拿几颗了。不，这个是特制的，不要企图从其他地方找到这样子的核桃。对，然后核桃将成为你们最终压住宝箱的筹码。我们的宝箱有很多个，但是只有一个里面有最终的大奖，明白吗？所以你赢得越多的筹码，你获胜的概率越大。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最终的宝藏在哪个宝箱里，也会不断的我们有线索的去释放。首先第一条释放的线索就是，最终我们的那个养的鹅体重增值最大的一组主播。会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先告诉大家，先提前告诉大家，还有其他的线索会在游戏的过程中释放。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点的玩法是什么呢？大家手上每个人都有300块的起始资金哈，你们可以通过投资其他的人，投资其他的人来获得你们资金的增幅。怎么说？我们这个头脑的天梯排行榜会根据每天的游戏把大家从1到11排名。我们在每个游戏每天的游戏开始之前，你们手上的钱可以去投资，可以投别人也可以投自己。每一天的第一名，他的投资人将收获翻倍的筹码，最后一名，他的投资人的筹码将血本无归，第六名保持持平，明白了吗？第一名100%赢得筹码，就相当于筹码翻两倍，第二名80%，第三名增60%，第四名增40%。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你们手上的筹码该怎么投资，然后这个筹码有什么用呢？越多的筹码可以在我们的游戏里面买到越多的道具和更多的增益 buff， 辅助大家更容易的赢得游戏，明白了不？要不我们现在今天晚上，我们首先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三个游戏，就会决出胜利者，然后内零就会有排名，今天晚上我们的投资就会生效，然后今天晚上游戏的第一名直接拿到一颗核桃，他的投资人将获得100%的增值的收益，同时我们第一名还有指定明天早上去采菌子的人的这个指定的早上，对，几点？早上大概6点，好好听啊，大概9点，9点，对，会有一个人要上山去采菌子，他的要求是九点，那这个人怎么选呢？由今天的第一名直接来指定。所以第一名其实他不只会获得核桃，还能指定采菌子的人，这个采菌的人他需要给所有的主播采满1斤的菌子，各位你们，对，之后实采，对，我敢采，你们敢吃？采这边吃了没有？因为这个主播需要早起嘛，然后需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采10斤，一斤就够了。对，一斤就够了。好，那么大家明白我们整体的游戏玩法和规则了吗？有没有不知道？差不多了吧？差不多，那我们先来投资，好吧？先来投资。你们现在每个人手上是300块，我说一下啊，可以投一个人，也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也可以投自己。不知道投资谁能赢？你们看好谁吗？投资现在赢是吗？第一个游戏叫做偷吃狼人杀，就是我们在闭眼的时候会有抽到狼的玩家要吃掉桌上的一样特殊的食物，可能是鲱鱼罐头，可能是榴莲，可能是芥末，可能是辣椒，然后白天睁眼了以后需要由其他玩家把这名在晚上偷吃了的玩家给找出来，如果狼获胜，狼直接得2分；如果平民获胜，平民得1分。那得投币还得啊？对对，投资我吧，投资。这个投币还是我吧，投资。我投币说哈。那你能不能说？我跟你说哈，对，你们现在想好了可以直接上来，把你的卡片粘在你看好的什么？可以的吗？三张必须投出去，我三张都得投，必须要投，不可以烂在手里。对，你先投，投自己吗？可以投自己。你们先上，先上。哎呀，分开投，分开投，总共有三张了，我拿走了。那第一天出没了，举个例子，同桌，假如你三张全部都压了轰轰，今天轰轰是今天晚上游戏的第一名，你的300块直接变成600块。如果轰轰是今天晚上游戏的最后一名，你的300块没有了。那中间呢？第六名是打平的，第六名就是不亏不赚。哦。然后对，就是第二到第五名是赚的，分别赚20%、40%、60%、80%。第七到第十一名是亏的。他三张硬币只能给一个人吗？可以分散，可以分散。那我就分散。收。我来收，我来赚。哦。然后对，就是第二到
第五名是赚的，分别赚20%、40%、60%、80%。第七到第十一名是亏的。那三张一笔只能给一个人吗？可以分散，可以分散。可以分散。我来投，来来上来吧，来上来投到底。直接投呗，自己投自己啊。好，第一个三张全部都压自己了。不要谁？我其实也想。看好自己啊。他们让我投降。压自己最好，压别人就不行了。上吧，哎，我自己，我敢投。幸运，我也是一个幸运，幸运。不用一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上吧，哎，头一张先投两张谁？哦，所以哦，哎，说投自己，实际上他一张投了 C 哥，一张投了猴哥，一张投了自己。哇！哦、我的现在 C 哥很被看好啊。我想想，好，我想想，可以吧？我想想，可以说一下理由。好，你说。首先，我觉得我不会是最后一名。嗯。猴哥。因为他就是玩游戏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给猴哥投这个。C 哥感觉比较能控制表情。我也感觉。C 哥应该是最能控制住表情的人。对。控制，所以我投一下我自己。他全投完，我给我投。好，猴哥两票投给 C 哥，一票投给自己。我懂了。目前场上局势来看，大家都比较看好 C 哥。他们说投篮起来是戴口罩。我忘了，我们有三个游戏，我刚刚只说了一个游戏。哎，别看着我，哎呀，总之投篮起来。投篮，你说说理由啊？拉奇肯定要投自己。拉奇，信任。聪明。然后呢，给聪明的秀才哥，然后给自己保个底，让自己不要摆烂啊，不要摆烂。拉奇的策略很清晰啊。给自己点信心，然后给他看好的两个聪明的大脑，是不是？嗯，好聪明。好，好，好，好。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玩游戏，如果靠别人赢的话，还不如不赢。我相信我自己。哎呦，相信我自己。好，自己，自己。行，三票也投了自己。来，大宝，我信他，我信猪猪侠。一个，我操，王少，给你一票。好。好，没问题。我申请。要换一下，换。我申请。把 C 哥的投到公关的。好，完了。好。有压力了。不要给我的队友上点压力。好。下一位。还有没有？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其实可以稍微预告一下，我投了一下我自己，可能还涉及到游戏结盟存在，是不是投资人跟他的被投资人？哎。可以。好，刚才两票投了童珠，一票投了自己。你完了是吧？童珠，如果你全投呼呼这，然后你输了，那他们不是没钱了吗？他们组的钱是不是全没了？如果童珠全投你，然后他自己最后赢，他上面的票是不是全没了？对。朱大强给了自己一票，猴哥一票。然后我来给拉奇一票，我觉得拉奇运气就是猛。Lucky， 好，大家其实都还是每一个人下面都有支持者，都有他的投过的人啊。能不能压力好大呀？能不能一个人行？一个人能不能行？行不行？秀才，还有没有没有投的？哎，还有秀才。我自己。拉奇，好硬，好。然后我自己两票。快点！好，秀才给了自己两票。我操！我想上厕所。我压力很大。怎么弄？有让更改吗？有更改了。好。感觉看到一点点结盟存在了。还有要更改的吗？还有没有？哦，我们三个人可以结盟的。不，随便，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有结盟。你不会最后一名吧？对。你不可能。那也太那个了。我跟你讲，我会跟秀才哥，我可以跟秀才哥结盟，你知道吗？秀才哥他们队，秀才跟王少一队的嘛，对吧？不，刚才那个队只是养鹅的队，并不是今天晚上的队。对，今天晚上实际上是单人作战。我连盟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让我跟谁结？单人跟单人结？不，
快点投，对呀、啊，你投资谁看好谁是不是？你们可以。我跟你讲，像那种偷吃狼人杀的环节啊，我没吃，我笑了，他们投我，他们输了，那怎么办呢？那他们输呗，就我老是控制不住，我想笑。没有，你这个都是你这个是演技是 OK 的，就没吃也笑。那我投了怎么办？对啊，我没吃，他们投我怎么办？没有用，就是它只存在于狼人胜利和平民胜利。哦，我知道了，你了，就相当于把好人投去了，但是游戏还继续。对，狼人胜，狼人别乱投，你不要乱笑好不好？别笑了，别笑了，我有没有这个？狼人只要投过两轮，耶、yeah! 哎，他会笑的。完了，我没了。我支持你，我会笑，没事，给我的，给申一哥那个放一个红红在这儿，大哥，我会相信，给我那个放一个在你那儿，算了，我会忍不住笑的，我给你喷药，好吧，我为什么投错，我肯定要狼，好人赢嘛，如果是好人，我肯定好人，不止狼人杀这一个游戏啊，晚上有三个游戏啊，看总积分，王少，相信我自己，说哈，面部表情显示出来了，这里面。随便也是给一个说话表情一般般，随便他会忍住的，对，你会容易笑。但是王少，我跟你讲，我第一票可能投了你，因为我觉得秀才哥可能控的厉害，他可能比你夸张一点。给一个，哎，别动了，好，王少你坐下，你别动了，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要改了。最后就是我们让他投一下，他投一下好吧？哦，马丁离手了没有？他给你最后来，不行，你怎么还能变 AA 的呢？最后改一轮，没事。好，最后一轮修改啊！给一个人，我也最后一轮修改。不行，他给三个人太捞了，这不捞不捞，绝对不捞。不捞，绝对不捞。捞给自己了，不行，都太捞了。不捞。真是捞啊！哦，有不少人都非常看好自己，三票都投到了自己头上啊。嗯，说好，给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哦，这有三票都不是我自己。相信。别摆，你投几次赢了也行啊。别摆。好。我结果我现在是两票，不能说哈自己，万一我弟最后一名就糟了。哎，有道理，那完了。有道理。好了，不能改了啊，开始。对，不能改了。说哈自己的话，要是确实最后一名，就一分钱都没有了。不能改了，要留证据啊。不能改了啊。行。OK。那么我们先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游戏，叫偷吃狼人杀。因为我们有11个人，然后我们就5个人一组和6个人一组，我们就这个分组无所谓哈。无所谓，无所谓。有没有拿5位勇士先愿意出征？那我大家都要上，我们先都要上的，我都要上是吧？对，五个人先来一轮。那五个人都几个狼啊？一个狼。那你先呗。刚才我看到啊，我上厕所，那行吧，我们先分吧，我上厕所，好吧？好，来，刚才的5个人来坐到这个桌子来，然后你们的那个直播间不要带过来，可以让其他的水友帮你们，不，其他的主播帮你们拿一下，来，然后五个主播来坐到这里来，五个主播先坐过来。没有，我们没有参加的主播可以帮参加的主播拿一下他们的手机，然后我刚刚这边给我们没有他，先跟我们一组吧，我问一下，我们要不要先试验一局，这一局不算分，好吧，先试验一局，好吧，我们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怎么个玩法啊，没有，我们就自己把眼睛蒙住，君子协议啊，然后我这里有5张牌，红色的抽到红色的就是狼人啊，5张牌是袖子的声音能听到吗？还是看
找个好的视角角度，好的。安琪，这狼人能吃吗？安琪，来，你们先抽到，我再跟你。股东能偷看吗？来，不要被别人看到哈，不要被别人看到哈。过了。那给你们调支架，手指被夹了。好，大家看好自己的牌，然后坐的稍微松一点。因为晚间吃东西会有动静，然后晚间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制造一点声音给他们，不要让动静。晚间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制造一点声音给他们，不要让动静干扰到。你放首歌呗。好的。不，好，来，我们首先来。哦，这不一罐的鱼吗？来，看好自己的牌了啊！天黑，请闭眼。试玩一把啊！试玩一把。试完啊，这把试完，试完。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吃一条飞鱼。你们晚间可以说话啊。可以告。来给音乐呗，把那个动静盖住。我们晚间可以。时间，你有十分钟时间吗？其实你可以，我没有要求你很快的。
去喝。不是，一口一口，一口就吃腻了。你别急着，你可以急着回答，你可以先喝嘛。对，也不急着吃，先这么聊会再吃。如果说大家点，能点，我到这儿了，我嘴巴在这儿说话。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白天说话。你不说话，别人不说话，别人站起来了呀。对呀。我就都别说吧。其实晚上可以说，想说可以说，就不干扰，不干。那这一局，我们试一把，这局我们试一把，不说话了。来，不说话了吧？来，再试试吧，再试一把。我们试一把，不是，我试吧，直接开始一个你。啊，谁能喝盘转的咖啡？其实晚上可以吃慢一点，吃慢一点啊。对，你不着急，我没有卡你们时间啊。细品，细品，就是一个东西，它吃不吃？慢慢吃，就慢慢唠。咱这个老人是可以真的。我们是再试一局还是怎么样？开始吧，开始啊，好吧，我们开始好吧。那他是说话还是不说话？说话，说话可以说话，可以说话。你们盲人晚上要什么时候睁眼呢？什么时候睁眼？我裁判来定吧。我让他吃完，得让他吃完呢。对，裁判能。当然啊，他吃完以后我才会说天亮了，大家看我这手牌了。那这一局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了。我建议盲人晚上白吃，对，你吃慢一点，不着急啊。好，音乐起一下。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吃一条鲱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说点话，说点话，说点话，杨秀才不说，秀才，我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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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想。好，那欢迎。我重点怀疑就是王大木，是因为刚才我吃那鲱鱼罐头的时候，嘴里面一直嚼不干净，抿着抿着往下咽，大王一直在吞口水，再加上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有出现过字，又有那个手串的声音，我觉得在我这确诊了。确诊了。你就在我这儿也是王大王，因为一个人他眼睛是骗不了人。你看他的眼睛现在很涣散，他一直想得到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傻的感觉。当我一睁眼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自信，不是我吃，但王大王当时嘴上还有一丝口水，我怀疑的就在这，就是上来先恶人先告状，你知道吗？所以说一定是王大王，反正我们两个机会，对吧？先出王大王，先投王大王，先投王大王。好，恭喜平民胜利！好，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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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轮啊，这没办法。对，我王上演技可以啊，可以。我们一转的时候，我也没听出来啊，演的可以。好，这一轮平民第一分，平民第一分。